超累的，对对对对，是叫我站起来的意思吗？因为那个运动没有，好，其实我明明没有唱歌，为什么会烧香？因为你动了真心，真的，你还好吗，李泉老师？可以，你知道吗？上天记，都被老师的这样叫着。我没有喜欢人家叫老师啊，我也超不喜欢。有，最近开始有人会叫你老师，知道为什么？大概你组团过了几年，然后有发过专辑之后，大家都叫你老师了。这是我觉得这个音乐产业很有趣的一件事情，之前跟朋友讨论过，就关于一直叫老师这件事。对，然后我之前是就是有幸去参加一个学校的吉他社表演，他们算是大学，就是整个大学校际的吉他演出的比赛，对，就是有什么独唱组啊，然后两个人的弹吉他伴奏，或者是团体组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就被老师这么叫，然后就真的很不习惯，我就跟他们说，你们不要叫老师，你们就直呼我的全名就可以了。我就是很喜欢这样子很真实的存在，就叫王启凯，对。然后他们因为就觉得不叫老师很奇怪，然后叫全名好像很不尊敬，所以他们在叫我上台的时候就说，欢迎就是我们评审小红来讲评。像大学生要讲吗？我一辈子没有叫过小红，拜托不要。是红包场吗？一首歌叫做 Vintage, My Vintage Style。小红可以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OK, 所以你知道我们有什么
谢谢。